什么叫处方怎么写你就是怎么写的，现在看不见吗？证据就摆在这儿呢，还跟我嘴犟。他们把生命交给了你，把信任交给了你，你是怎么做的？你把这个处方交给了护士，护士对青霉素过敏的患儿进行了青霉素的注射，这是致命的，你知道吗？ 一样会坚强，一样要坚强。大早上你带我来这儿干嘛呀？没睡好吧？带你来感受一下大自然。 其实大自然是有治愈作用的，再怎么治愈也治愈不好我的委屈。你还记不记得，当时咱们发现微微时候的样子？
当然记得。他那个时候都快没有呼吸了，谁能想到现在这么可爱，这么活泼。小孩子的生命真顽强。你还记不记得当时就是因为你的一句话，微微被推到他们儿内的加护病房，你遭到了他们儿内护士多少的白眼？都过去了，而且我现在跟他们的关系也特别好。你恨过他们吗？没有。每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，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会不一样，而且当时我确实给他们带来太多麻烦了，但是结果是好的。其实昨天的事情也是这样，小弟抢救得很成功，这就是值得庆祝的。可是我是被冤枉的。佳佳，真相也许永远不会被人知道，但是你的这些委屈，比起你在这件事情上所学到的，就不算什么了。好像是这样的。如果我以后遇到同类的患儿，我相信我会更加谨慎。叶老师说过，咱们从失败当中所学到的，远比从成功当中要多得多。我现在不想提他。我敢跟你打包票，你将来就会发现，如果你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，叶老师在这当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我现在还能不能当医生都是个问题了，他把我的分都扣没了。好，咱不提他了。那我给你个建议。什么建议？放下吧。放下？可是你告诉过我，咱们学医的就是得讲究真相，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。